说好，切入在本球，神右卫来一个小来杆，地板给球，悟空强势杀，做到 double， 不然的话他们现在以多打少成功命中率太高了。林书豪，林书豪从高位发起挡拆，在中距离获得出手机会，林书豪利用身体对抗，再往后撤一步，再来执行个人单打 crossover， 再做转身。来掩护林书豪，哇，这个假动作非常精彩啊！有啊，曼尼高，哇，这个球，禁区内的这些抛投啊，命中率非常高。林书豪罚回的，他这边又射了一个路障，连续假动作，再把球放进。林书豪在上，远离篮筐还是给林书豪来处理啊，兄弟对决。